对。大家好，我是 Johnson， 然后我们的专案是 CoFi 真的假的。我常常在 LINE 上面收到就是来源不明的转传讯息，像这一则呢，他就说前总统他要去放弃总统礼遇。Google 一下就发现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，这是前年的谣言，到现在都还在转传。熟悉这些转传讯息的人们，他其实大多都是不熟悉网络的人，他们会觉得 Google 很难，但却非常的擅长转传。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Live Bot， 那当使用者想要查询一个讯息的时候，就转传给这个 Bot， 那 Bot 呢就会告诉你结果。大家可以加这个 Bot 好友，它的 ID 是 @cofat 小老鼠 cofat。这个 Bot 的背后呢有一个资料库，它是由 Line 上面的转传讯息以及编辑的回应所组成。如果使用者送进来的讯息资料库没有的话呢，他也可以选择将文章送进资料库，讯息就会被送到网站里面来给编辑们看到。编辑在网站上面写的东西，未来就会变成 LineBot 的回应。这就是 CoFi 真的假的专案。我们 LineBot 有30,000人加好友，然后里面有12,000多则的转传讯息被回复，而且网站上个月有100,000的 page view。今天我们想要来大举征才，我们希望呢征求会查证资料的人，也就是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一起来到我们的网站 cofi.zero.tw 上面辟谣。第一次这么做的人呢，可能会有哇，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感受。原来有这么一批高浓度的、很纯的货存在在 LINE 上面。对，那如果不确定要怎么辟谣的话呢，我们会在比较远的那一间108会议室来在今天做这样的活动，所以大家一起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奇闻共赏。那我们呢，今天也征求 Node.js 跟 React.js 的开发者一起来帮我们解 GitHub issue。然后我们正在将这10,000笔的资料库，转换成 Open Dataset， 然后希望就是对资料分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帮忙。我们常常会被问到说什么，你们资料库里面到底有多少比例的讯息来自中国这样子的问题。老实讲，我们其实也不知道。这定义，这所谓的来自中国讯息的定义，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所以这份 dataset 完成之后呢，我们会希望大家可以轻松地利用这个 dataset 以及自己定义的标准来自己去做统计，然后解决自己心里的疑惑。最后呢，我们正在设计网站的 landing page 资料呈现，希望可以得到使用者以及设计师的 feedback。那就是有兴趣的人欢迎到谣言点大平台点 tw， 我们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啊，